叫什么名字吗？记忆力很好。切，哟，这是 Forever， Jolin。你们如果爱看电视的话，应该就会看得到了。我是偶像，但我喜欢摇滚乐。哪有人说自己偶像的啦？我是啊，我不然我相信我是偶像团体。对啊。同样的错，同